今天是厉害了的那个黏糊麻辣烫啊，真的是煮了之后放在那里太热了，没有吃都吐了。不过我喜欢这种黏黏糊糊的，超好吃。它这些就是它一份的量啊，然后我自己加了一些白菜，加了几个虾，剩下都是自带的，还是超热。就是你在过年期间馋麻辣烫了，然后想吃也没有外卖或者是夜宵小吃了，说煮就煮一包，很方便而且很卫生。我就是特辣的，我发现真的是煮的越黏糊越香呀。里面带着菜包，超好吃，就是太热了。